什么情况啊？又是？一哥不大行，根本不大怕我，跟咱想的不一样。我是这边收保护费的，你过来这三年了，你交保护费了吗？你做活动交保护费了吗？这块都是我管，你知道吧？还得有事有事。那你得有气势啊，或者跟之前我跟你交代那种感觉，你那哪像上去收保护费的，人家都跟你收保护费了呢。那我一女的收保护费不得？行，完了拉倒吧你，看我就白给了，有什么？我还有我自己上，什么玩意儿啊！一天就没我就干不了活是吗？不好意思，帅哥，那个留个电话行吗？留电话干啥？就是扩展一下这个客户，我现在收一下保护费，就是主要学校这边现在啥？保护费没听过，没什么什么，我没听清，哥们儿，不是，哎，啥啊？不是啊啊啊！保护费你不知道？保护费什么保护费？不是你别激动，我就跟你说，就是你看我这手册本还需要保护费吗？不是，你别动手，别动手！现在咱不都说文明执法吗？啊，文明执法。我们现在说保护费也特别。你有证吗？这玩意有证吗？收保护费你不带证，你来收什么保护费？你有证吗？我有证啊，我有学生证。啊，学生证就可以干这个？对呀。哎，那你对我们这感兴趣吗？你加入我没事。感兴趣吗？啊，不是，别动手。不是，你别动手，别动手，你这好好说，我这便宜5分钱。五分钱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这么猛吗？啊，不是，你别，你再打我再试试。我打你怎么着？我跟你说，你再打我就报警了。看见那什么地方了吗？啊，来，不是，来，哥们儿，再来试一个。那我给你钱行吗？我给你啥？不行，不管用，我跟你说。不是，哥们儿，等，走，我拍个视频，咱收一遍，拍视频。狗叫什么叫啊？啊，来，走。那个等会儿，别扯，我怂了，快走，那个不，你机器，来，你看那儿，不要保护费吗？来，一分，我带你收，来，哥们儿别怂，机器，哥们儿，别机器，哎，不，我什么地方了？你冷静。想看本视频的完整版以及更多精彩内容，马上拿出你的手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“古惑仔全拼”加上数字66，或者马上扫描我旁边的二维码，支持。古惑仔支持逼哥，等你哦。